今日带大家睇下日出康城 Montara 嘅一房单位设计，单位以简约设计为主，颜色方面就以白色同木色为主色，配合实用嘅家私，一个自然、温馨、舒适嘅屋企就系咁样呈现出嚟啦。客饭厅用咗地台分隔，令到单位嘅布局更加清晰。客厅呢一边就利用咗地台创造收纳空间，而地台亦都用咗弧形设计，令到地台可以配合房间门口之余，同时客厅可以摆放到一张按摩椅。近门口嘅位置仲有一个倒顶柜，下层用嚟做鞋柜，而上层就预留咗嚟做陈架，令到呢个倒顶柜嘅压迫感大大减低。至于房入边就做咗上下床设计，喺房嘅唔同地方都加入咗放光效果，确保房入边嘅光线充足。而在床的另一边就做了一个倒顶大衣柜，衣柜的门板用了人字纹设计，和房的趟门设计互相呼应，提高整间房的设计质感。设计情报中心引入了最新技术 In-Ray Machine， 融合了 AR 和 VR 的科技，轻松地令大家可以更换室内环境里面的装修素材和颜色，不需要等收楼，设计师亦都不需要再上单位度尺，更加不需要再花长时间去等设计图啦。嚟到 DIC 同设计师初次会面，唔使落订，唔使等收楼，唔使上单位度尺，只要透过 In-Ray Machine， 单位间隔同埋家私嘅摆位都一目了然，仲大大减低咗沟通上面嘅误会添。In-Ray Machine 引入 3D VR 技术引擎，配合埋 AI 智能设计系统，有多种风格同装修物料以供选择，无论系墙纸、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键转换，即时感受多种设计风格。就算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怕了，而且可以360度無死角視察單位間隔，調整視線的距離，就好像親臨其境一樣漫遊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如果想看到更详细的单位和家私设计，又想快人一步体验全港首推的 In-Ray Machine 3D 单位设计，就要来设计情报中心找我们的设计师谈谈。 DIC In-Ray Machine， 用想象见未来，快点来设计情报中心优先体验。想知道我们的工程限额满了没？那就要看看设计情报中心的 DIC 开单及工程统计图表了。设计情报中心拥有自家设计师和装修团队，并不是平台式经营，务求以准时和高质素的服务令客人对我们有更大的信心。设计情报中心为客户着紧每一个步骤，确保工程质量，每一个部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遵从我们的公司管理文化，以及严格按照国际标准 ISO 的指引。由于设计需时，为了确保工程的质素不受影响，所以设计情报中心不会揽接工程，因此设有接单量的上限。每一位来到门市和设计师会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 DIC 开单及工程统计图表当中看到工程的统计图表和分布地图，客户可以了解到设计潮流中心现在有多少单负责的工程，所有的资料都是实时更新，显示现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只要一达到工程上限，设计情报中心就不会再接受新的工程，确保我们的团队能够以最高的水准去做好每一单工作。正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么高水准的管理，以及坚拒滥接工程的服务精神，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众多客户喜爱的室内设计和装修一条龙服务公司。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浏览 DIC 的网站。网站上面除了有近千个真实客户满意个案，以及近2000个有价目的参考个案不断持续更新之外，还有大量真实设计及 3D 效果图，而每个个案在网页底部都有单位价目参考。DIC 的每项工程步骤都必须严格遵循三大国际 ISO 指引，当中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设计情报中心是注册小型工程承建商进至工程有限公司，持牌进行相关的装修和小型工程，而且 DIC 还推出了自家会员计划 D-Points，提供一个全新优惠平台给客人使用，只要登记成为会员，无论日后是自己装修定是推荐亲友选用 DIC， 都可以轻松赚取 D-Points 积分。凡是 DIC 的旧客户成功推荐亲友开单，并且在发票上面注明推荐人的姓名和 D-Points 会员号码，在装修完成后，推荐人最高更可获得双倍 D-Points 积分。就算推荐人未曾惠顾 DIC，只要成功登记成为 D-Points 会员，而且推荐亲友开单，并且在发票上面注明推荐人的姓名和 D-Points 会员编号，在装修完成之后，推荐人都可以获得 D-Points 积分。客人可以透过 D-Points 里面的积分换领各式各样的礼品和服务。现在就立刻成为我们 D-Points 会员，一起赚取无限奖赏。